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和政府达成和解后，同意支付3亿3300万令吉，解决从2010年到2012年期间与毕马发展公司稽查账目相关的所有信托责任索赔。财政部长拿督斯里东姑扎鲁下午发文告说，毕马威支付的和解金是毕马威所赚取的稽查费用的800倍之多，也是东南亚稽查公司和毕马发展公司相关诉讼的最大宗和解之一。这显示了本地政府努力向参与毕马公司和相关的单位追究责任。